做服装的朋友们，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贴袋的手法。这个袋子在我们服装当中是最简单的袋子之一，这个牛仔布料也是我们服装当中最好做的面料之一。我们贴这个袋子主要是掌握手法，我们需要速度，老板讲究质量。贴这种袋子我们袋口一定要放松一点，袋子贴好之后，我们这个袋子一般都是压双线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一款是双线高低压脚，这款压脚不仅可以贴袋好用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压双线。看一下贴好袋子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，谢谢你的观看。